小老板，哎、yeah, ，你好，你好，社长早安。啊，今天我们的7-5的小老板呢，要带社长去圆一个梦。圆什么梦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社长买了好多的杆子，但是这些杆子可能也用不到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因为钓鱼人呢，他想要钓很大的鱼，所以买很好的杆子，可能也很贵，可能也很便宜，但是什么时候要用？不知道，嗯，我常常在看大陆的影片呢、啊，拉那个寻龙鱼啊，还有乌溜啦，20斤、30斤，用手竿。社长很想体验，好，今天交给我。真的啊、哦嗯，其实我找这个大乌溜了，找了全台湾很多的这个乌溜池，但是没有。结果辗转的发现，我们7-5的小老板在这口池塘里面有养殖大乌溜。所以社长今天想要圆一个梦、看看大陆人，我们台湾也能，好不好 ？OK。那我今天把我收藏的钓竿呢，来试拉看看，看看你的乌溜比较厉害，还是社长的竿子比较厉害？好、okay, 哇好！我真的想要圆一个梦，因为那个乌溜拉起来那个拉力呢，一定很强。通常呢，我们在这个乌溜池呢，都是很浅的。给它几臭水呢？几或者是没有超过200公分的水，那拉起来那鱼力道不会冲。那我看大陆的影片呢，它都是那个大池塘的拉力哈、哦、是一倍的，所以我今天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大池塘拉到乌溜的时候，到底我们能不能抗衡这个力道？那老板今天要坐船带我们过去。对，因为这里的钓。能坐钓的地方并不多、所以我们必须在船上，在船上，那等一下比较安全。那等一下会不会中鱼的时候，那就船会被拉着跑？会啊，吐船去去把它拉起来啊！好，来，我要不要穿救生衣？我觉得好像要穿救生衣、喔，会不会跌倒？戴一下会比较保险。他吓我。俺是被吓大的是吧？我才不怕，还是带一下好了。所以钓鱼人的老婆千万不要念你老公，为什么买那么贵的杆子，或者是买那么好的杆子？因为钓鱼人的梦想，真的如果遇到大鱼的话，他要放手一搏，完成他终身的梦想。他妥会，这样你知道了没？这台吗？你确定？行不行？不行也要行。我在恐怖嘞。可以。我们一起彩虹林，呀彩虹林。你不要上来了，你上来用吐的就好了啦。这样子才会快，吐到一边去，不知道几点嘛。你安尼会使吗？你捌安尼闯过吗？有啦，我大家。我看你安尼足危险的呢。你也较慢呢，你慢搞我扫落去呢。啊！哎，安尼唔才有气片。好恐怖！哦哦！柳、哦、暗花明又一村。还附一个尾音，这就是我们常常在打龙胆的那一只。军工战轻巡黄金版720，厂商就介绍我这一支，绝对没问题。要完成梦想就用这一支，好，直接来了。啊，能玩吧？喜欢？大陆牛逼，我们这里是猪逼，牛逼。来，这一颗，直接。就试试看有没有办法完成梦想。12磅的先拉断来再说吧。加油加油！看一下，我是刚刚的。哦，搞，那也是啊。哦，赞！这个较轻松啦。哦，拖落去吗？哎呦，来，真的哎，真的。这是什么鱼？不是鱼吧？哦，大乌溜，大乌溜，
哇哇小啊，怎么地门就去了？大乌溜，船还没跑。这个不算啦、啊、这太小了。进去，我小啊，地门就下去了。往哪里？前面。我在这里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我怕我等一下斗向阳力。你们就吹了呀！不行不行，一门就吹了呀！我到大尾也袂使。啊，这小六，小六啊，小六。小六而已啊！这还没有米六哎，这是小六。哦，这只杆子真的是玩得漂亮。捞网捞网捞网，捞网捞网吃哦。捞网吃哦，捞网有没有装好？有，跑出去了，跑出去了！哦，哦，老板，这尾大约几斤？大概十斤左右。啊，才十斤而已。谁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？才十斤而已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钩子小心。现在钩大碗一点，大蛇丸。好恐怖！我勒去！30斤了，20斤了，都没关系。过来去！动一门啦！动一门！直接吹断！一门就好，一门就好。要不要换钢丝线？然后把这。东西。哇！不能脱钩嘞，脱钩我会有危险嘞。啊！怎么样，东西？包死好几千万！几片？啊！下去就接走了。下去就接走了。哦，几位？哦，几位？哇！你个垃圾！登机呀！断掉了。断掉了，十二磅的线应该是不够了。20号的可以吗？可以的。20号的嘞，这是跳龙胆的嘞。哎哇！我们大池塘的拉力应该不会输龙胆。现在用钓食人鱼的钢丝钩，线是龙胆的20磅直线。在外面滚呢，来了，下去了，来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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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船在跑了，船在跑了，啊，老子下船了，最伟大的，都抓，啊。啊！真的，我们的船被推走了！啊！我们的船已经远离，驶离岸边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！被推着走了。啊！太大了！我的船就跑了。我的船一直走。老板。几位？寡位。寡位啊！我浪费了。往湖中心游。啊！秋腰声。
别了没？还不会，还不起来。他太有力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他还没，他没有起来。喂，不要再跑了。我们已经滑到、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跑了，拜托。我们已经滑到喷掉这里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进去了。你不要再进去了，你看一下后面，我们已经离岸了。还没看到你。来，起来！他不起来，他再不起来，我要哭了。哦，大一点，这边差不多20了。哇，航空母舰还不捞起来，老板！还没啦，他还没累啦。他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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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累了。哦，我也累了。K.O. 来，麻烦老板。来吧。刚刚中鱼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这尾比第一尾还要大，那种拉力哦，你根本挡不住，我就赶快叫老板把船放开。结果这尾鱼带着我们三个人跑，这台竹筏可以坐七八个人的竹筏，被这尾大鱼拉着跑，哦，那种感觉很舒服。Ready, go!老板，杆子好来啊，来了。老板够不够力？老板大的还是小的？小家伙哇，这个 Q 度没卖哦。这个买回家挂在墙壁上，惨了，我们船又跑出去了。老板还没上来，再打一次鱼。什么感觉？无啥难吼。讲细话嘛，揪足久啊！来，上来，上来。无赢啦！正好，好嘞，我提袂到线，我提袂到线，正好，真久无这款尴尬，来，关社长，来，哦，我了，好。哦，这只也大啊！哎呦！哦！啊！你换边！八字头干！你换边！他怎么跑来跑去？哇！老师呀，先生，送出去呀！啊！我小心。啊！天啊！天啊！金高炸，你后退一点。不要怕。雪
哦，不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牛逼哥，我的是，上来，上来吧。不行，我先给他跑一下好了。哎，有一样的，没了。只要你们真的，不会。你要小心哦。我先扛一下。他现在有油进来了。嗯。好了 ，OK， 上来，准备，好，哇，这是一个大雾，来，你帮我推，谢谢你给我拉爽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我们745的老板，谢谢啊，支持社长的影片按赞分享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我的频道就千万帮按订阅，顺便按个赞哈。钓竿自己要不要拥有，那就看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但完成了以后特别舒服。Fuck you 啊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 赞，获胜哈。好了。那我们就回去了，希望下次哈可以挑战到真正的里面池中的霸主。但是我们今天老板有点事情要先回去，他只拨空一个小时给我们而已，谢谢老板。找个最低的地方啊，社长。故意的，因为只有这边可以过而已、啊。找个最低的给我，胖子，这样子才有那种好像是亚马逊丛林的感觉，不是很好吗？你真的危险，不会，今天很温暖，今天很温暖吗？今天很温暖，今天超温暖的，今天真的是很温暖，来，我去了。